哎，你们这是在干嘛呀？唱古筝噻。这么大个人能塞得进去？气死老兄！小心别把头发拉出来。不就反面，然后不让他看到拉链。你可真是个大聪明。真真、啊，你是觉得你看不到别人，别人就看不到你吗？你们为什么不藏到柜子里、啊？是条不错的建议。嘿，要藏到柜子里。哼，想把你站我前面。多少有些草率。张一晨，你完了，张一晨。张一晨已被制服。完了，芭比 Q 了。哎呀，我本来不想这么藏的，我都没见过好。再藏一下要不要？啊，我不要藏。Round 2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现在